Temptation is such a strange thing, but I've never been afraid. 哇，好地方，舒服，好山好水，哦，好空气，哦，这个空气多吸一点。跟你讲啦，我当年在苗栗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又有？我苗栗怎么你也有啦？我这一个人哦，破军。你到底哪里没有？我命宫破军呐。对，从小到大注定会这个颠沛流离，会四处异动。我那时候是二专在联合大学考到苗栗，在那边住了两年，认识了很多客哈哈嘎。今天偶像要来了啊？真的吗？哎呀哎呀，偶像要来了。哎呀，偶像团体。那个是当年的第一天团，哎，当年是五月天跟 Energy 两团在。哎，阿壮啊，实力第一了，我第一。哎呦，他们当年是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大福从小就在跳这个舞。哦，真的吗？你会哦。哎呦，哎哎哎，我们想看本尊。哎，真的吗？对。今天这是谁？谁谁 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欢迎阿弟来喽！迪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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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了放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。大家现在心里面 always 就是他应该会跳棒手，没有没有，他要跳那个花朵舞，哒哒哒哒，花朵舞，哒咚咚哒，哒滴哒啦哒啦，对，哦你没跳哦，没跳啦，他现在比较会就挖呀挖呀挖了，在大大的花园挖呀挖呀挖，小小的钟，有没有？他会他会，这个他就会了，这一趟开心了，开心了啦，因为都是奶爸。对，而且有时候阿弟也会带我去露营，哎，真的，他炒牛肉是无敌的，哎，他料理是很厉害的，真的真的。今天如果有机会给他，这次有机会炒牛肉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哎，很会做菜，很厉害。好了，我们要去做什么？你怎样来去对？你来出发找打工的地方，真的。好了，好，行，从这边爸去挤奶，什么？先好汉坡是不是？走上去哦，来爸去挤奶，太硬了吧。哦，好，行，走这边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走梯啦，走梯啦，走梯啦，来这边喝奶是不是？没有，带你们先来找牛魔王。这感觉，这看起来就是，这是哎，牛王你好，你好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你好，在机场叫鸡王嘛，对不对？在牛场就叫牛魔王，对。你要管几头牛？哦，400头。四，你看啊，我们今天来可以帮你什么忙？哎，我们就来帮牛喂早餐，准备它今天的食物。行，阿伯传来，好，走，现在看，现在做掌柜，好不好？这边感觉很大哈。哎，还好还好。好多牛，超多的。哎，弄只啥？只草甲饲料。饲料甲草。草甲饲料。哦，我们要去倒迄落，甲你斗相共。哦，咱即马就先甲只草，再来咱处理的遐个所在。哦，哎，而且我这里我知道他们这里有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因为我做过这件事情，你知道这草是发酵过的吗？我不知道是什么草。你闻，你闻，你闻，有一个味道，真的。是吗？所以这个草是有加料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它这发酵以后，哎呦，它会产生乳酸菌，对不对？它感觉好像是那种水果放很久的味道啊。对对对，就是已经是优格。超生超生的味呗，等于说它在吃一早就要吃优格了。对对，所以对它肠胃也很好。所以你把草可以用那个有机物给发酵啊，那样。没有，那个包起来它厌氧发酵就会产生乳酸菌。这老师有帮我们验过，10到8次方的乳酸菌，10到8到10次方就是我们做的优格。优格了，吃大量，不免那边那不嘛啦。啊，咱今晚用咱这台山猫，来把它铲过去。哎呦，很好玩，很好玩，上车就可以了。嘿，哎，这个感觉，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在打电动。安全带，对，安全带。不是，它那个像那个啦，对对，像打电动一样，拉下来，对。然后就发动，对，发动这个吗？钥匙转，好。啊，要开的话，绿色的解除它手刹车。哦，对。啊，那你先试一下，左脚往后踩。左脚往后踩。就是控制手臂高度，然后你这个左右两只啊是前后，它是控制两边的，左右两边哦。对，啊一前一后就是转弯转向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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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蛮好玩的。电动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开电动，现在打电动。OK OK OK OK， 好，你打电动。
这一切就看身体的，看身体的，身体的协调性的啦。这无尬脚，看身体的。哎，恁大家看身体啊，伊无尬脚啊。我无尬脚。哦，会耶。我还要更高的不？还要再高，还要再高。看管的，然后直捅进去啊！再往下，再往下，啊！啊，练一下，快一点，对对对，好，翘起来，先翘起来，翘起来呀，迪哥，翘，翘，加油，加油，吼吼吼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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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旋转 ，speed speed， 哇，哎，你这驾照可以的，过了过了，太强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哎，开这个也太帅了吧！我觉得开这个很帅，很像变形金刚啊！对对对，哇，这个他们会飘哦，会不会掉下去啊？不知道呢，对你有。我好想玩哦！哎，你这路嘛出卡平的，哇，真恐怖哎！啊？真的？哇！哇，整个翘起来哎！还在那一个的后面，哎，小心上面！好，好，好。哎，他真的开得很好，太帅了吧！他放哪边？那一个草的后面，一样的排法。好，可以喽。哎，你会耶！你按那个，这姐按那个不？你按呢？咚，咚，转到了那边去。哦，帅哎，帅哎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骑我，骑我，刹车，刹车，绿色。哎，为什么你第一次就开这么好？这个要考那个角度啦，要会那个角度，前脚啊，仰角什么的。我意外的发现我另外一份新的工作。哎，等一下，真的开得蛮好。他只有他玩了，我们不能玩。还有，还差一个。哦，哎，这台好帅哦，哇，哦。这个要有一根，然后有很多细节的东西。这个比较像开车。这里哦。所以等一下要进去把那个草给它夹开啊，把它夹爆是不是？对，好帅哦，我自己。哎呦，一拍一拍哦。小豆上次就很厉害啊。买一台回去给他玩玩的。这个玩具很贵哦，来，我要给它破啊。等一下，过来的。我抓一个。哦哦哦哦哦哦。五哦五哦，这样，哎，对对对，我夹下去，好，不要放举高，举高，好臭哦，哦，哎，其实那个发酵有点像酒味，再加油把它看能不能再夹断一点哦，把它抖出来，那放到地上哦，把那个夹子放开哦，放低就好了，放低，不要再说了，好，那我们。去前面拿嘛。哎，对对对。啊，接下来，哦，他好臭哦。哦，哎、欸，是我开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所以你们两个。他好臭、哦。好臭，太臭了。哎、欸，问一下、哦、啊，其实这个厌氧发酵对牛有什么好处啊？我如果让草都发酵过，我们乳酸菌已经先把草都分解掉了。对。把它的纤维都分解，那吃下去比较好消化吸收。消化。哼，啊，接下来这要怎么办？再补个一两刀。你够干，好啊，够干，嘿，够干干净的啦。啊，我们就可以把它上车。哦。它又像草生，又像酒，又有酒味。你待久了就会习惯，味觉就会习惯。渐渐已经麻痹掉了。哎，现在已经没有那么不舒服了。真的。哦，它是可以直接把它切断的，对对对，哎，它就是一个狗头铡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以前包青天用这个除啊的，包青天用这嘛，对吧？其实其实很动脑哎，开这个，对啊，它有太多角度了啊。啊，今嘛嘞？啊，咱今嘛开这台，好，把咱的。大切好的草，把它缠起来。哎，这台修大，修大台啊啦！哎，小心哦！哎，这是刚才被登起啊呢。哎，这设计啊。哦，那是马鞍的。对对对。过来的，啊，有安全带无？无无无。啊，过来的，啊，免那好叮当，上下呢。上下。啊免，哦哦哦
你看水泥麦克，你在干嘛、啊？我轻轻一搬而已啊。看电会当我开吗？可以替换吗？啊，我等弄掉剩下的。剩我。你确定你有考到公车驾照吗？我怎么觉得你、啊、你确定你开过公车吗？有啊。这感觉更难。太难了。对啊。我讲这角度会过不？会、欸。会啊。怎么弄啊？他要干嘛、啊？他是要把那个草推进去吧？OK OK， 哎、欸，等下斗子放到地下、欸，直接往前推哦。还对有正无？嘿、欸，安尼会正无？哎、欸，可以。阿金妈，就开始把斗子放到地下。哦，要翘是？不要不要，就直接推。直接推是？要顶去哪里？顶到直直的那里。你去塞去弄壁哦。对。这学会开以后，没拍戏可以去铺柏油啊。对对，可以去斜杠人生了，对不对？阿内，哎，可以耶，邓辉，哎，可以耶，让草进到狗子里面。阿内，郭磊，你翘不起来是不是啊？你翘不翘得起来？阿过来嘞，卖得裤卡拖，裤卡拖，但草会老。哦，哎对，有了有了，好，可以，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哦，那有了有了，蛮陡，蛮陡，对，蛮陡，可以可以，蛮陡蛮陡。帅哦，帅哦！开出去再向右转。你讲就是卡身，就是要送到绞碎机去了。厉害耶！后边啊，后边还掉没？哦，那这样可以啊！前面不够，可以再高一点。哎呦，哎呦，你下次可以去考连结车了啦！真的，扣篮扣篮啦！紧绷啊！哎，右边的倒落。送菜送菜。安尼，慢慢的。哦哦哦！是啊，安尼下，好，来开开开开。哎，任务成功，任务成功，过了，过了，过关过关。哦，下来下来下来。啊，你帮我熄火，没手刹车。哦，哎哎，好帅啊，超好玩的。要抓位置哦，哦，要算角度。对啊，其实跟我考那个大公车驾照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就角度要抓很准。哇，好好玩哦！哎，这样我们算成功吗？可以，都哎每一个步骤都有做到了。对啊，对啊。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什么？我们来去补充盐砖，补盐砖矿物质，矿物质哦，矿物质哦，对，它需要盐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来一块买，来一块买啊！盐砖，看看看看看，我是搞钢的呢。哇！这本书跟他盐，这本书跟他整个杠哎，他需要他自己会来填，哎，一个十公斤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他们的胡椒没，对不对？也调味料嘛。对对对，一公斤我们可以填吗？可以啊。哎哎，不要了，那要防疫啊，里面的口水。对啊，你等你敢传染，有那个口蹄疫。他现在在等你，肺结核。他在等你，牛也会得肺结核。对对对，人性共同传染病。来哦，加盐哦，来来来，来哦，加盐。我的手指头，我的手指头，我的手指头在里面，你就搞奥管。不是你没事插进，你插进去干嘛啦？就是你要搬呐。我刚才有点要断了的感觉。哦。常常一天他要放几块还够他吃啊？我们两到四块，我们那边可以放四块。来哦，加盐哦，可以摸。你平常是不是吃很多牛肉？不是呢，对。这个盐砖好重哦。哎，我想要甲摸看麦。哎，摸也袂让你摸，你若感情好，伊就让你摸。伊袂给我加啦。袂袂袂。哎，我真的觉得是你的问题。其实你要很自然的去摸它，你一直在好像那个，他会想说你在做什么，他也会紧张。表情太像我要吃你了。来来来，你要先坐在旁边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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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算有拍牛车，伊甲牛的感情哦，真的哦，真较好，哎。哦，你要等他再自己靠近过来。来了来了，哎，哎呦哎呦，有了有了，哎，我被牛舌舔到，哎，什么感觉？哎，跟吃到的感觉不太一样。喂喂，像沙子，对，像沙子的感觉，像沙子一样。对对对，你要选择谁？太重了，太重。他刚刚已经摇头了。都不要。今天很辛苦啊。哎呦，他就请大家喝个牛奶。哎呦，我要原味的，这是巧克力，巧克力哦。那我也喝个原味好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干杯啊。这就是他们的产品啊。对对对。
哇，原汁的哈，对，好香哦，天然的。我们在这边喝它的奶，会不会对他们有不好意思？不会啦。你要难道你想直接喝吗？间接不好吗？好，你想直接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辛苦了。嗯，好好喝哦。这都没，这只是冰过而已，没有吃过任何哎。对啊，调味的嘛，没有加任何东西。有加的话就违法。很好喝，对，100%的生乳，可以有鲜乳标章，就是不能加，加就是违法。OK， 好，那大哥，我们现在还可以再帮你什么，大哥？对啊，那我们就往下面去。好，好，好，干，我们试试看谁可以。蒙姐，没有，我以为可以摸到，我想，蒙姐，给我买几个照片。来啊，来给我们拍起。广告，他摇头，来，你还说，我以为他多自然，他说这个就要自然了、啊，过去，怕钱，你过去他还吓得比较紧张哎，我骂他好了，不给我面子，下次哦，你要记得，来，神秘，我想看到你，我想要看到你。哦耶！亦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。哦，不要哭啦！哎呦，看到你要高兴。就是现在啊，脱光就站在这里。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？假设我有媳妇的话，我是 OK 的。小姐不息地24小时不断线，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，搜寻东森娱乐台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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